大家好，我是清欢，我已经离开泸沽湖了，此时正在去往香格里拉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最美的风景在路上。那么从泸沽湖回到丽江，再到香格里拉，一路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？沿途我路过了一个观景台，俯瞰到了奔腾不息的金沙江。此时想到了一句诗，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：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我们途经的另一个景点就是熊谷观景台，它就在214国道旁，走过一个彩旗飘飘的小路，然后就到了观景台。向远处望去，景色雄伟壮观，气势非凡。在金沙江的北岸，矮一点的就是险峻雄伟的哈巴雪山，13座雪峰连绵不绝的就是玉龙雪山，下面就是金沙江峡谷。我是喜欢旅行、热爱摄影的清欢，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旅行，那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路欣赏美景吧。下一站就是虎跳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